好，现在我们来开始做色纸层的分析法，就是我们看看颜色，它其实是颜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喷上水之后呢，它就会往前，会分开哦。来，我们来开始做实验。来，噔噔，喷喷喷，然后它会开始跑哦。用低的也可以啊。好，来开始看，它会融。颜色会怎么样？跑在前面，你看。哦，它往前跑了，它往前跑了，绿色开始往前跑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开始往前跑了？有没有？对。我们以前做那个化学实验啊，我们要做合成化合物，有没有？我们要跑 TOC。新 layer 的 chromatography 那个也是要也是类似的感觉。就是你，你的皮带吗？我的鞋子。哎，这次在干嘛？啊，跑走了。